我是太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学长啊。你咋又抢我电机？老姐，你这明明是我先看到的。一会儿你的招魂体质把图图引来了，我可不救你。老姐，你可不能不管我呀。完了完了，图图来了，这下真招鬼了。图图呀，你别抓我，抓学长，学长可好抓了呢。老姐，你怎么能抛弃我？你喂，学长，你就要飞天喽。姐呀，救命啊！嘿嘿，我才不会救你呢，我要看着你起飞。不行，我得找个前排最佳位置。嗯，哎呦我的妈！哎，对，有话好好说，我就是个打酱油的。哇！姐，别不救我呀，我还有把打手枪没放呢。那行吧行吧，让你下来开一枪。哎，我得救了，来吧，吃我一枪。大家快看呀，学长到底放屁了，城里几个学长都要哭了。你完了学长，放屁崩图图把自己崩没喽。再见了学长，姐姐你就有云哈。完了，我还会回来的。哎呀，把他把他图来抓我了，可是我都没有香水了呀。那啥，我保证我什么都没看着，我不会告诉别人你被屁崩了的。嗯，嘿嘿，想不到吧，黑妹就在附近，这回我可安全。